已经地三天，但慈济志工依然满脸笑容，往马斗区海埔里淹水家户去拜访。好，有一个那个慰问信，好，今仔恁受惊啦。行动不便的阿嬷无法阅读慰问信，没关系，志工念给你听。饮水哈，阿妹甲恁关怀哈，讲恁可能有受惊，你有惊到无？好，我跳无惊到。再来甲恁对一下。连日淹水的惊恐顿时倾泻而出，志工倾听与陪伴让阿嬷露出笑容。叫阮来安尼甲恁生活呢？好啦，这阿姐甲恁对一下。阿姐甲恁对一下。连日淹水的惊恐顿时倾泻而出，志工倾听与陪伴让阿嬷露出笑容。就怕泡水引发感染，志工初步处理伤口。台南的积水退去，但关怀依然在。志工一步步踏进受灾户家门，传送温暖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高斌、陈和生，台南报道。